这是一座哭晕导航连老司机都犯迷惑的大桥，它就是重庆的黄觉湾立交桥，自带 8D 效果，走错一条匝道就是重庆一日游。作为重庆最大最复杂的立交桥，它高达5层，占地616亩，纵贯8个方向，共计20条匝道，主线为双向四车道设计，其桥身整体呈螺旋状，扭曲程度达到惊人的720度，地面到最高点的距离有37米，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。空中俯瞰，密集的车道纵横交错，三回九转，如同一个大型过山车一般，令人目眩神摇。一旦车速过快，便很难控制方向，就算是老司机也难保不被转晕。甚至有人说，如果您开车到了这里，高德地图就会说，请您切换到百度地图，而百度地图也会说，请您切换到高德地图。虽是调侃，但如此复杂绝伦的设计，实在是令人震撼。看完，你还敢上去走一圈吗？关注我，更多大国风光等你来看。